Hello， 大家晚安哦。晚安。谢谢勇哥的甜蜜爱心。好冷，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又茉莉的薰衣草，阿乐瑞，谢谢小馆面线的真情告白音，谢谢保罗的真情告白，晚安，好久不见，谢谢 Derek 的真情告白音，晚安，谢谢金米多的。带我去流浪，我现在才发现带我去流浪的脚踏车的颜色是我喜欢的颜色，谢谢天竺鼠车车的浪漫玫瑰，晚安，晚安，这是阿西亚的石头，谢谢吉威的一封信，晚餐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谢谢洛克带我去流浪。饭后水果，对啊，饭后水果。谢谢 Derek， 幸运小公寓吐司吐司升到三级。Hello， 谢谢 Neil， 那种妹妹拉拉队的工作还可以吗？他好像。现在都还是练习，还没有正式上场过，我也不知道他应该可以吧，他都有在练习，他加油！我有尽量分享我知道的事情给他。Hello， 修德。Hello， 冠德。对啊，这礼拜好像热身赛这样子，也不能算初登场嘛，就是一个实习嘛。对，有啊，我有传授我的经验给他。Hello， 阿远，其实还蛮奇妙的，因为之前我不是要跳应援的时候，就是我一直在听这些歌，然后练这些舞，然后现在反过来，就是我一直听到这些歌，然后我妹在练习这样。蛮奇妙的。Hello， 晚安，晚安，流浪大明，我是大前辈。我意外的还去过蛮多次的。谢谢一生真的真情告白。就我意外的好像也蛮了解的。谢谢葛高恩的一封信。还记得怎么跳吗？要回想一下。Hello 北原 ，Hello 安西，你明天生日 ，Ricky 生日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是这样唱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有点忘记到底对不对 ？Hello 家居晚安，一想那次压力蛮大，确实啊，那次压力超大。那一次真的是压力巨大的那种大，谢谢天竺鼠车的掌声鼓励，笑不出来的那种大。Hello Sam， 没有说错语言，因为 Ricky 是香港人啊，他只要一种语言就好。谢谢果冻脚踏续费一个月，对，我最近都没有长针眼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是因为我最近卸妆卸的比较仔细，因为我最近。有买了眼唇卸妆液，然后只要我有画睫毛膏，我就一定会用眼唇卸妆液卸，所以，我最近就比较少长针眼。谢谢北原的美光灯，因为妆比较淡，没有啊，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涂睫毛膏啊，
之前很懒吗？之前也不是懒，是因为之前我没有特别买人唇卸妆液，我觉得就是用卸妆，就是用一种就好了，就不用用专门的卸妆。然后可是后来发现，有时候都其实卸不太干净，卸不太下来。仁豪今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，仁豪！仁豪也要粤语版的生日快乐歌吗？对，有专门卸眼睛的，就是他比较。它的卸的能力比较强吧，它可以卸干净，因为睫毛膏其实是最难卸的。对，该画的还是要画。对啊，我之前就觉得不用特别买另一种，就是用一种就好，但是发现还是真的有差。对，风暴哇哈塞桑，嗯，啊，我想到一件事要跟大家说，就是。三亚拜咯，三亚薄橙的薄橙钟情玫瑰，对啊，分很多种，卸妆分很多种。 Hello 玉，早该这么做的感觉，也不是啦，就是因为真言让我正视了这个问题。谢谢 Ricky 的啾啾你哦，可是我们还是不要太那个说大话，等一下又涨了，对不对？希望是不要涨。对，对，就是那个周边商品好像是没有办法网路贩售，现在目前的规划好像只有现场贩售，但是之前好像有一个例子是，之前好像有一个例子是那个面面的那个亚克力牌吧，就是。他们那时候后面好像不是有开那个，后面好像有追加网络贩售，就是有这种方法，可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找代购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对，对啊，就是找代购，只有这种方法，因为好像目前的规划是没有办法在那个网络上。对，就是现在的话，目前规划就是只有现场为主。对啊，要不然你们就走，现在就是我帮你们想了，问了大概有两种方法，一种也不是，就帮你们想了一下。Hello 侯颖 ，Hello 峰峰，一种就是代购嘛，另一种就是看看上市的那种方法，这次可不可行。对啊，但是因为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上一次是怎么样，对，你们可能要研究一下。对啊，如果现场如果完售，有没有后面网络放卖？这个我就不知道嘞。现场如果完售，因为这个又估不出来会不会完售，我当然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买光，可是我也没有那么有自信会完售。对啊。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。对 ，Hello 阿 Ben， 但是就是之前好像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面面的那个亚克力牌，好像就是现场卖不够嘛，现场卖完，然后好像是有直接给数量还是什么，其实我其实不太清楚，因为其实你们可以问一下他们怎么成功的。对，屁啦，一颜色定好了吗？定好了，那个。我看到了水压绿的实体颜色，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好的，就是是蛮喜欢的。那个是联署，对，你们可以，就是因为他们好像有成功吧，你们可以就是看看呢要不要。对，不过现在也不一定，可能你们可以先以那个，你们可以先以找代购，海外的粉丝们可以先以找代购的方向。做第一步啊，如果还是没有办法的话，我们再以连署的方法去进行，这样子。对，但要一定数量。对啊，要一定的数量。Hello 灰仔晚安。对，我看到水压绿的颜色，那水压绿颜色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好看的颜色。对，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，一人限几个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限量欸，我可以再去问一下说有没有限一，可是我觉得可能。还没有那么清楚吧，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，我们现在其实就开始作业进行，刚开始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还没想好要不要限购吧，我应该
再靠近一点再问一下。对，对。然后水压率的话，我觉得颜色蛮好看，但是，工作人员的说法就是觉得，哎，可能颜色也蛮好看，可是有可能会有一点显黑。可是大家应该还 OK 吧？大家会怕显黑吗？我是觉得蛮好看的，我是觉得那个颜色是我平常就是会买的衣服的颜色。对，对，海外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帮忙。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写信，也可以先写信去沟通看看。对啊，就是譬如说希望可以帮助海外的粉丝购买，希望可以不要限购这样子，让他们知道一下这个状况。对啊，我的话如果我们有讲到，我也是可以表达一下立场，这样就是帮大家那个声援，帮大家那个早点发表一下意见这样子。对，本来就很黑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大家应该不怕显黑吧，我都不怕了。握手券是没办法用买的嘛，握手券它是一定要买 CD 才会有握手券，目前是没有在单卖握手券。对，会怕而已。你会怕显黑？ Hello 飞镖，大家应该不怕吧。你们如果怕显黑，你们就晒黑一点就不怕了，就没有那个显不显黑的问题了。对，帮大胸糖摸福利。对啊，好啦，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周边，就是之后我们做演唱会的周边商品。但是就是因为一些关系，演唱会的部分还是目前还是只有现场贩售这样。就我们就早点，我先早点跟大家说这件事，大家可以早点想一下有什么办法。对，白一点才不会显黑吗？不是啊，因为白一点就很，不是啊，白一点就是会显黑啊。如果你黑一点，怎么样都是那样黑了，所以就没差，因为已经很黑了。对，好啊，没有，没事。好，总之呢，我的圣诞 T 会是水压绿的，对，水压绿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颜色，我自己是蛮喜欢的。对对对，我自己蛮喜欢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。好，又开始紧张了。对，下礼拜差不多三月要开始预购，我又开始紧张，大家会不会喜欢那个图案了？想到就害怕，因为 我的图案想到就害怕。水压绿，不是那个压力的压，是鸭子的鸭。它就是一种鸭子的绿色，可是它的绿是好看的绿啦，就是对。你穿绿色衣服真的就有一点显黑这样子，然后想说，哎，既然其实我们都觉得，哎，其实这颜色蛮特别，怎么没有人选过这个颜色？但是我们就在想说，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颜色，现在穿这件是什么绿？这件不是水压绿哦，这件应该是我很喜欢的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。这件是绿色。我看过食品了吗？有，我看过食品了。谢谢林果的薰衣草，这件就是牛油果绿吗？比这件深吗？比这件深哦。对，薄荷绿，比这件深。衣服我什么时候拿样板？其实我已经看到样板了。对，我好像是昨天看到样板。对，所以呀，就是再更蓝绿一点。哎，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水压绿好难去形容这个颜色哦。水压绿，牛油果绿，不是最近不是很流行牛油果绿吗？我不知道，哎，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牛油果绿是，哎，但显瘦，真的，他们说显瘦，不知道是因为我变瘦了还是怎样。他们跟我说你穿这件蛮显瘦的，可能是我变瘦了，搞不好真的有显瘦功能。对，满意度有几分？好，我不知道哎，好难哦。谢谢博成的非你莫属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有这个颜色的衣服吗？我没有办法说一模一样吧，但是有类似颜色的衣服，可是没有办法说是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对，蓝绿 T， 我平常算是会穿蓝绿 T 的人，对，但我现在最近不会穿短袖了。谢谢，明天默默也明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默默的生日，不是，差点说成生日告白，真情告白。谢谢 Gilbert 的枫叶，是你变瘦，对，我现在变瘦了。
不是阿华绿，阿华绿是比较亮。我们那个水压绿再深一点，对，水压绿再深一点。其实我蛮多就是绿，有点蓝绿色的衣服，我很怕大家搞混。你怕不怕我们会不喜欢？应该是说我这次走的是很，我觉得是走一个简单的设计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不会不喜欢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简单，然后就觉得我好像随便画画，但我没有随便画画，因为我真的画了很多个版本出来。对，古灵精怪的那件的颜色呢？我想一下哦，我有点，哇，这是考验我变色能力，不是那个变色，是谢谢 Sam 的戳戳你哦，谢谢 Sam 的戳戳你，就是分辨颜色的能力。我想一下哦，应该比古灵精怪还要再深一点，对，应该比古阿华绿是要吧？阿华绿真的太，阿华绿真的太有名了 ，Hello Gilbert， 应该比古灵精怪再深一点，可是算是差不多吧。就是可能那个明亮度再调一下，算是差不多。对，变色能力真的是变色能力啊！跟这个杯子的颜色，没有，这是绿色，不是这个颜色，不对不对，不是这个颜色，这个是纯粹绿色，那个是有点偏蓝绿色。对 ，Hello 阿北。蓝一点的阿华绿，阿华绿真的太亮了，反正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可是你们敢穿这个颜色的衣服吗？因为这个颜色的衣服其实还蛮，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就是我有色号吗？我没有色号，我只知道它叫水压绿。我自己觉得这个颜色是特别的颜色，你们敢穿吗？就是。它算是，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平常人不会，可能不太会穿的颜色。对 ，Hello Sunny， 鲜艳，对，鲜艳，还是有点不敢试试。可是会显瘦哦。阿华绿当然 Google 不到啊，阿华绿要问阿华本人。对，平常看不太到这个，我觉得平常可能看不太到，就是 T 恤可能不太会出这种颜色。对。算是比较，那个颜色有点像啊，林果贴的图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林果贴的图，这是谁的 T 恤？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颜色，蛮像这个颜色的。还有林果很林果那个好，感觉蛮像，有像。那迪西绿听起来很，迪西绿听起来很不吸引人。你说天线宝宝的迪西吗？我来试一下饼干。那随便抓，越说越期待，那就知道是什么颜色，差不多就是那个颜色。阿华的照片，阿华绿，有人去网络上 Google 阿华绿，我从来没人选过这个颜色，对，从来没有人选过这个颜色，生日 T 没有人选过这个颜色，对。主页控周边还是圣诞 T， 我现在在说的是圣诞 T 的周边，对，圣诞 T 的周边，图案是什么？看不能这么告诉你们那么多啊，等到那个发文出来你们就知道了。对，没办法握，没关系啊，你可以等下一张单曲出来之后，你赶快去买单曲，你就可以握到手了。对，这就是 Subway 的饼干，谢谢 Arcade 的薰衣草，考虑好几种图文，还是有好几个设计理念。我想一下啊，不行，我们到时候再聊。我们到时候再聊，这个好难啊，这个不讲。他可能想握我哦，他可能想握我，那他想握我，我想一下有没有办法。现在来看，可能或许会有机会，但是还在安排，就是我也不能，就是先告诉你们说哦，一定会有，但我只能说再尽力安排了。对对对对，不知道最后结果，我还不能说，我不能保证最后结果怎么样，但是或许有机会吧，或许有机会。
对，或许有机会，对，或许有机会。你右上握手键有八张，那个哈雪场的麦克风是不是之前那个集长会的那个？谢谢阿轩的告白气球，谢谢阿轩的告白气球。我们这里不把话说死，一切都有机会，有没有？我们要充满希望哦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阿鹏鹏。哦，对啊，这个生日会也可以来，就可以集掌。这个一千句的真情告白，一两天该办握手会。一两天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什么都可以，欢迎空中握手会。空中握手会，喜欢神秘男色灯节是你发型卡哇伊，阿里卡多 ，twin tail twin tail， 没有啊，还是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充满希望，海外粉应该是没有，对啦，就是海外粉就比较困难一点，对。哎，阿华丽，阿华丽出来了！谢谢罐头的甜蜜气泡水。哎，阿华还在，阿华还在吗？哎，阿华还在，还是粉丝吗？阿华应该要来我的毕业演唱会。阿华也是。阿华绿也是一个历史哦，他还在哦，他还在，那他要来我的演唱会吗？他还穿着阿华绿的外套吗？阿华穿上的背影也是，他喜欢品涵，所以我才看不到他来我的直播间，对。问他味道还在吗？阿华，那阿华肯定会来我的演唱会啦，有品涵对不对？不穿就认不得。阿华的标签真的就是阿华绿的外套，真的那件没穿就不认识。我这饼干也太大，还好啊，是还好吧？饼干都是这个 size 的。好啦，没有啦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我的演唱会，那不是废话。我希望所有曾经可能是过客的人也可以来我的演唱会。对啊，我希望所有人曾经有过共同回忆的人都可以来我演唱会。对，即便现在已经不喜欢我，但也可以来看看曾经喜欢的我，曾经的我。对对对对，来。这是一段共同经历的岁月的回忆，对。谢谢 Eden 第二天露宿车车的真情告白。其实我好好说，好好好好话，好好好好好好说结束的感觉。对，你一个月固定说一次，因为希望大家都可以来。海外就是线上啊，线上演唱会。还要就是买线上票，沙贝饼干不是很甜吗？是蛮甜的，沙贝饼干蛮甜。谢谢冰鱼的吻手礼，谢谢冰鱼的吻手礼。Hello 土豆，这种美式软饼干，谢谢冠德的甜蜜爱心，谢谢冠德甜蜜爱心。这个软饼干通常都很甜，美式软饼干，所以通常我都只能吃一片，就没办法吃下去了。对 ，Richard 一起毕业，一起加油！而且我还泡了奶茶，因为今天太冷了，我泡了一杯热奶茶。我等下吃完这个饼干，奶茶一定会变不甜。对，有 DVD 吗？感觉有点难呢，因为现在好像很少人会出 DVD 耶，现在好像很少人会出 DVD 的。对啊，希望演唱有 DVD， 可是我不知道现在很少人在出 DVD 吧？
现在大家不是都直接就是线上收看，就不会有 DVD 了。我看现在很少人，现在除了日本哦，日本那边的人，我觉得是因为日本习惯，日本看 DVD 的习惯，对。现在都是 BD， 我不知道哎、欸、，DVD， 感觉现在没什么人在出，对啊，家里也不一定有 DVD 机，对不对？还是应该要出那个硬碟，直接卖那个云端档案，应该要直接卖那个云端档案。对他们内需充足可以。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，对啊，出一个 USB 吧。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，连 CD 都很少人出，对啊，还不如出一个 USB， 可以那个放到电脑里面打开来看。黑胶，哎、欸，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出黑胶唱片、欸，因为我妈妈之前不是要买黑胶唱片，然后我们就有去逛黑胶那边的那个摊，就是店嘛。我发现很多歌手都会出黑胶版本的唱片，可能是有人会，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固定的市场吧，就是黑胶有一些固定的人喜欢。Hello 安，对啊，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就是要像串流影片那样子吧，就像 Netflix 啊，然后迪士尼那样子走串流影片，对。我看到谁了？那个谁？欧美明星，一个女生，是凯蒂佩瑞还是谁的？忘记了，一个女生。Hello 慧翔 ，Hello 四红，还有很多人有出啊，超多人有出的。但跟其他人要档案，对啊，因为你还是会想要方便在手机上或是哪里可以看得到，所以 CD 现在有点变成一个纪念品，对，哭一下，感觉可以出 USB 耶 ，USB。我要吃什么？我要吃 Subway 的软饼干，对，好甜哦。现在专辑就握不到，那你就要来我的毕业演唱会啊！来我的毕业演唱会就可以看到我了。跟公司说我要做，你说 USB 吗？好、哦，我会说说看，我会表达看看我的意见。谢谢阿 Kia 的闪光星星，但大家不要觉得我表达了就一定会成功，其实真的不一定，其实真的不是。对，我们都是尽力而为，大家都在大家的岗位上尽力。对，谁五月会不会在台湾 ？Guess， 你五月会在台湾？不会在台湾吗 ？Hello，USB 比较可行。对啊 ，USB 比较可行。全彩 8K， 现在有 8K 吗？大家要抢保留我的音质，我还在。对啊，毕业演唱会。对啊 ，Puzzles 有出 USB， 我知道有潜力。对，我知道通常你表达也不会成功，没有要看事情。对啊，有些可能会成功，还是要回归事情的本质，怎么样？对对对，就是大家都在。哎，谢谢福福猫的野猪冰冰来啦，谢谢 Himeji 的浪漫玫瑰，谢谢 Himeji 浪漫玫瑰。Hello 俊雪 ，Hello 班长，没有啦，就是大家都在各自的角度上去想事情，然后想让事情变得更好，这样子。对啊，有说有机会，没错，有说有机会。谢谢葛兆恩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葛兆恩的真情告白，对啊，至少已经表达了嘛，那就对，尽力了，尽力就好。谢谢阿边的真情告白，毕竟。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勉强的，尽力就好。对，谢
月中影的真情干嘛？确定买到只有圣诞 T？ 对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那个超前部署，我们可以先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周边商品。毕业演唱会的，谢谢小馆面前的 Kiss 啾啾，超前部署 ，Hello 追风 ，Hello 微积分大师，对，大家至少不然大家可以先存钱，至少可以先存钱，对，我们可以先没关系，我们先存钱，至少有钱嘛，有钱买就先有钱买，对，是不是乐观吧？我这样够乐观吧？对。对，先存钱。Hello 二一大叔 ，Hello 宝宁，嗯，应该蛮多人会帮忙。对啊，大家帮起来好不好？互相帮忙一下。对、啊，还有升血，基本就可以。嗯，增加几张的火箭，只要不限量就 OK。我不知道会不会限量哎。通常有限量吗？通常，哎、欸，不是通常，不过也没有先例哈。不知道。嗯。我也不知道。嗯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而且但我觉得量也是蛮难抓的。对啊，量也是蛮难抓的。可能也是会怕卖不完，对啊。阿罗原子族，对，都是先做好，对啊。我们公司每次都限量，真的吗？我们公司每次都限量吗？谢谢原子族的行李箱，克里斯晚安，克里斯晚安。Hello Ken， 嗯。Hello 普拉斯，开预购就不会卖不完，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哈，用预购。哎，我们公司以前有先开过预购吗？有吗？我们公司有先开过预购吗？可是预购现在很早就开始预购哎，嗯，只有圣诞 T 是预购的，其他都是现场贩卖，好难哦，这个通常 AKB 是有限量是吗？哦，对，升血是预购的，对，嗯，还是大家可以写信去问问看，问说可不可以开预购，不然我有空也可以提，我有机会可以提一下，可不可以开预购，这样就比较好抓量，这样子，对，哦，对，会增加他们工作量，对。预购会增加工作量，确实。预购等于说是要多一层处理，对。嗯。可能要我毕业回复。可能我毕业前一天回复。其实年龄是预购。年历哦，对，居家年历是预购哎，但我觉得性质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对。生日会门票大概多少钱？毕业演唱会门票还没出来哎，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。对，预购可能都要一个月以上，但是我这种周边的话，我们这种周边如果要预购，就是一定是当天现场要拿货要取货。谢谢 Plus 的，这是什么？真情告白。
他真的有活动当天才寄信给你，真的假的？他可能对偏忙，偏忙，对，可能是偏忙，对。生日会门票多少钱？生日会门票是多少钱啊？生日会门票是有含机长。生日会门票我记得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我说错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说错，我查一下。哦，1200，对，我想也是1200，1200。生日会门票是1200。我爸有说错，然后很丢脸。对，场地定案了吗？其实已经定案了，对，但我不能告诉你们。对，但其实已经定案了。嗯，不一定啊 ，JC99，那不然你请很会抢门票的人帮你买。对，还在意私隐吗？拜托，我们要好好的有，就是有始有终。老地方，老地方是哪里啊？老地方是乌梅吗？乌梅剧院，对。不行，我不能说啦，我没有被授权说可以说，我不能说。场地大概多大？就那么大，对。大巨蛋还能更好，对，大巨蛋还能更好，对。老地方是乌梅还是三创？能装多少人？要看怎么摆啊，要看椅，要看椅椅子怎么摆。对，要看椅子怎么摆。哎呦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我还没被说可以说，我不能说。对，大巨蛋，大巨蛋都还没盖好，怎么在大巨蛋？对啊，住席坐了会哭。你说乌梅吗？露天，露天，台北有很少有露天的吧？我只能说，啊，不行，我不能乱说，我还是不要乱说好了，好可怕哦！我这样子先不要乱说。我等一下出事，等一下真的出事。二周年的场地，二周年场地在哪？哦，特别嘉宾，不知道。对。为了不是嘛？反正你们只要知道，就是有定了，场地定了，好不好？场地定了 ，OK， 这样子。对。我超怕，对啊，我很怕哎，因为毕竟又没有授权，我可以讲，我真不能有两天吗？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两天。等一下，好烦哦！我要想换，我是也是很想要透露告诉你们，很想告诉你们啦，对，可是就就还没说可以讲，我不能讲啊。对，明天看到公司公告，明天看到公司公告，不是啦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乱，我真的没有那个，我们还是不要乱，我们还是不要探讨这些问题，不是跨业，不是跨业，对，你们就，对啊，以后就知道了嘛。对不对？以后就知道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说，在那个坐车可以到的地方，对，坐车可以到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反正坐车可以到，我只能说这样，对吧？等一下我延毕怎么样？怎么办？怎么样是什么？等一下我延毕，对，不行啊，我只能说对。在我身边，还是唱歌好了。相过一年，谢谢羊圈里的鹿，缘分相遇。松山区，松山区在哪里啊？谢谢浪客的红玫瑰，怕被踏话才不开。你说开直播吗？对啊，咱坐车可以到。等一下，我要打喷嚏。对，坐车可以到。走路也可以到。走路有走路到不了的地方吗？走路也可以到，对，走路也可以到。走，当然废话，哪个地方走路到不了？只要有心，走路都到得了。对，晚安玄迷。台北 Arena， 台北 Arena 是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不是台北 Arena。谢谢嘎宾，
哪边坐车到不了？对呀、啊，哪边坐车到不了？直升机空降入场，希望我言毕，所以想要那个，想要让我失言这样子。走过，你现在开始走，可能差不多我毕业，没有啦，没那么远。后影，后影现在开始走过来，可能差不多会到。对对对。在我身边。哈喽微雨，谢谢嘎啡的非你莫属，谢谢嘎啡的非你莫属。你们学校的体育馆，你们学校体育馆在哪里啊？后天是我最后一次主持《让梦成真》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后天不是我最后一次主持《让梦成真》，应该不是。据我所知，不是。对，还有，不会那么那个，没有那么快。对对对，没有那么快。Hello， 风敏。还有，大家还有机会在《让梦成真》看到我。对。一点，可是亲爱的，哎，但现在不是旅游业已经要开始那个？今天我看新闻，他们好像说旅游业可以开始准备了，搞不好五月有机会啊？不知道啦，好像不知道。我也是很希望，就是大家能够有机会，所以大家赶快先去打疫苗，海外粉丝赶快先去打疫苗，先把疫苗打好。至少那个至少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直接过来这样，因为肯定条件是那个五月不会有机会，真的五月不会有机会。对，毕业旅行，你说去巡回一圈，毕业旅行准备好半个月的假，对，先准备好半个月的假应该就是可以这样子。没有，不知道。算他说旅游，今天新闻不是说旅游业可以开始准备了，搞不好到时候隔离只要隔三天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只要隔离三天的话，大家可以吗？大家可以，海外有机会，对啊，搞不好有机会啊，不觉得吗？搞不好有机会耶，五月。因为旅游业再不开，真的旅游业感觉也是很惨。对啊，十月有机会。不是啊，如果有确切日期，搞不好还可以考虑，也可以还可以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可是现在没有什么确切日期。对啊，毕业环岛，那也要看疫情 O 不 OK。环岛吃一次扁食。现在去环岛，但现在确实是可以。现在感觉其实大家都比较放轻松吗？就是大家比较共存。但香港，对，香港最近好像蛮严重，我有看新闻有说。对，拜托来台中，巡回毕业巡回活动，没有，我只是讲而已哦。你们不要当真，我只是讲而已。对，好啦，至少对啊，如果至少线上你们大家一定可以参与线上，至少一定可以看线上。对，对啊，香港大家要小心，香港的大家要小心，对。不要那么怕失言。没有，我没有怕失言啊，我是很明确知道哪可以讲到哪个点。谢谢玉安的非你莫属，是应该是说，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说，因为我很想要赶快分享给大家这些讯息，让大家可以比较心情为之振奋的。就是对什么事情确定了，怎样，但是我就是还没有被说可以讲，所以也没办法。对啊，从烦恼开始也从烦恼结束，怎么好像很棒啊？好像很励志啊？好像可以，我可以提议一下环岛直播，但谁要陪我去啊？哪个疯子没有？他跟机长妹要陪我去，我妹也没空陪我去。大概是哪一天？就是五月的那个周末，对，五月的周末。
那我请假跟着环岛。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，你们可以跟着我环岛，好像也只有你们有空陪我环岛，其他人感觉没空。他跟机长没空，我妹也没空，只有路过每个地方的粉丝有空。谢谢冠德带我去流浪，谢谢冠德带我去流浪。屏东星期往时的点，5月21日，我不知道。五二一不是怎么好像有事情要做、啊？五二一是不是有事情要做？我感觉五二一有事情要做。五二一是，对呀、啊，五二一是握手会。我刚刚就想说，为什么我觉得五二一有事情要做？五二一是握手会，对啊，那不可能在5月21啊。所以现在只剩7号或8号、7号、8号、14、15。212不可能，2829现在只剩这三个，对，只剩这三个档期。谢谢原田的枫叶，谢谢原田的枫叶，谢谢少凯晚安。Hello 小叶。我最喜欢的数字。我喜欢的数字，我喜欢14这个数字吗？我喜欢的是24这个数字。对 ，Hello 星影 ，Hello 海豚。哇，这个好高音哦！母亲节是什么时候啊？母亲节是几号？换一首歌。哦，第二个礼拜天，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，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5月15号，是吗？喂，是5月8号。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不是五月的第二啊？我是不会算数是不是？啊，因为5月1号是礼拜天，哦，是5月8号，因为5月1号。也是礼拜天，对，5月1号是第一个了，所以5月8号才是母亲节，对，对，5月8号。我刚想说，不是通常第二个礼拜天都要10几号，对，其实是5月8号。吓死，想说我也太不会算数了，我累了，没有，我刚刚没看到5月1号是礼拜天，我刚刚没有仔细看，对，母亲节。两个世界，对，口哈58，你哭红的双眼，被淋湿的诺言。我没有不动脑啊，我只是没注意看，这是一个陷阱题。我想选谁当主持人，我就是要看大家怎么表现啊，看明天看一下节目内容怎么样。来决定谁可以当主持人，谁不错？你们觉得谁不错？你们觉得谁适合当主持人？我来听听看你们的意见。Hello 呱呱，我选吗？就是明天的节目，不是明天，后天的节目会有一些内容啊，大家来看节目就知道。谢谢西西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西西的告白气球，小晴，看谁最多支持，有这么？现实吗？我们当然还是不会那么现实啊，对吧、啊？小晴、诗雅、一家，哇，各有各的支持者哎、欸。诗雅是不是？各有各的支持者哎、欸。仓鼠，就我，真的各有各的支持者。我觉得他们四个都很不错。对啊，其实他们能够，他们被候选进来，就是他们都是。有不错的选择，都是我觉得不错的选择。对啊，诗雅轮流哦，轮流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想要用轮流这个方式、欸。嗯，先看一下后天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啊？对，留任我不能留任吧？我都毕业的话，对，
猜拳决定，最后用猜拳决定，那比赛也比也太辛苦了。没有，不是选队长哦，是选浪梦成真的主持人。对，是选浪梦成真的主持人。嘿，对，嘿掉，看谁有空。Mina 感觉会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Mina 会哭？不会啊，浪梦成真的主持人应该不会被欺负，所以他应该不会想哭吧？对啊，最后四个主持人轮流白选了这样。轮流也没有不行啊，这也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。对，我当制作人。哦，你说他会急是不是 ？Mina 不会吧 ？Mina 的哭点其实蛮奇怪。Hello Luca，Mina Mina 的哭点就是一个很奇怪。有时候你觉得那不是哭点，可是他会哭啊。有时候你觉得这是哭点，可是他不会哭。对啊，所以 Mina 有点，我有点摸不着她的哭的点，所以我觉得 Mina 应该不会哭吧，但不排除就是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可能会让 Mina 就是碰到 Mina 的哭点。对 ，Hello 一鲁，同情心发作 ，Mina 哭就是有很多奇妙的点啊，对啊，抓不到哭点，跟笑点一样。Mina 主持 ，Mina 是蛮稳的啊，我觉得 Mina 是很 OK， 而且 Mina 是蛮会吐槽的，吐槽角色，Mina 算是蛮吐槽。可是 Mina， 我觉得 Mina 如果要这样说，我觉得 Mina 是吐槽很出色，但是 Mina 如果我自己觉得哈，我现在这样子讲好像有点那个，先告诉大家我的想法了。我没有，我不会带任何那个，我明后天会好好的感受，后天好好的感受，对对对，着急哭比较可能着急，但主持浪梦不用着急啊，没什么好着急，冷要稳冷静，主持人要冷静，对对，拉主 key 的角色比较不一样，对，林果说出我的想法，就是真的是我选的吗？我的意见还蛮重，应该是说，就是看那个节目嘛，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个节目。对，我觉得他拉 Mina， 算了，我不要分析好了，没有啦，大家都有大家。如果我要说大家的那个，大家都有大家的点可以说啊，对啊。谢谢一等的浪漫玫瑰。大家都很棒，对。浪梦主持人，你也怕死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想说，我先不要点评他们怎么样吧，我们就是先感受一下，我们就是先看一下大家的表现，对。我们先不要去点评大家，不然我怕大家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对。现在分析每个人的强项吗？对啊，我当天如果要讲评，我没得讲。对，业绩最好。其实浪梦业绩也是一个考量啊。老实说吧，就是直播嘛，对不对？浪梦成真毕竟就是一个直播的节目啊。谢谢 Steven 的会员票。对，浪梦见习主持人。其实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就给大家试试，大家都试试看也不错。谢谢 Steven 的会员票。很好训练自己就，真的吗？ Mina 希望自己能上，不行不行，大家不要，大家不可以贿赂我，不可以让我被影响，我不可以被影响了，我会公平公正公开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，大家都很棒，对，大家都很棒，大家都非常的棒，我会以一个公平公正公开，这个是我选的。如果以节目当天来说的话，你们看节目就知道了嘛。你们明天后天一直讲成明天，后天来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后天就可以来看了。对，后天来看我们节目就知道了。对，但我只能说他们四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。对，这候选人是成员报名还是公选？这候选人是我们一起选出来的候选人。对，这候选人是
我跟公司一起选出来的候选人。对，我的心到底在不在？我的难过遗憾。我只能跟大家说，我们真的还没决定是谁。对，我们真的还没决定是谁哦。我只能说，我们真的是看当天。对对对，对，谢谢俊家的枫叶。谁的口才比较好？谁的口才比较好？口才比较好。口才哦，如果说口才的话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很复杂哎。这个口才，你要说口才是指最会讲话吗？其实他们四个真的都是蛮不错的，我必须说，他们四个都是我觉得蛮不错。候选人是怎么决定的？就是他们都很不错啊，就是他们的一些表现啊，稳定度啊，谢谢小馆面线的麦克风，都是很不错的。对啊，就是你说很会吐槽跟很会拉主 key 又是不一样的，又是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的方向。而且我好怕得罪他们的粉丝哦我只能说大家都非常的棒。对对对，我们真的没有还没决定，我们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决定哦，我真的是没有做任何决定，不是成员报名的，不是成员报名，对，没有成员报名，对，对，毕业前都是我主持，没错，是可以很正式讲，就是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，对啊，对，没有，我觉得。哎呀，好难哦！其实我也觉得很难选呢。但对啊，我觉得他们每个人，他们四个人都有四个人好的，就是优秀的地方。对，但我真的没有想法。对，我是真的没有想法。我就是明天来，后天决定。对，有一束光，那瞬间。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代表我们很多人很棒啊，人才济济，对不对？人才济济，很好，选要选不出来，对对对，米粉重合度蛮高，我没有怕得罪粉丝，好不好？我选的话，我是真的认真选。三期三甄选我会不会参与？我应该是不会参与，对，这个甄选的部分就是交给公司，对，还在唱歌，对啊，这首歌有点难唱，换一首歌。哎呀，没有，你们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。他们四个各有各的强项，对啊，人才济济，对。周五发型我决定了吗？还没有，我还没决定哎。对啊，我还没决定。为什么一直口误说明天？因为明天我要录异想天开，然后我就一直有一种明天要工作，明天我要工作的感觉，我就一直想到明天我要工作。但是明天应该是说这两天我都有工作，24、25都有工作，对。然后我就一直想成明天有工作，明天有工作。但其实浪梦是后天，对。谢谢 CKUMK 的告白气球，谢谢 CKUMK 的告白气球。复刻双马尾没有吧？应该是不会。异想的是什么主题吗？明天异想现在主题，我只能说是蛮辛苦的一集。谢谢圆滚滚带我去流浪 level 5，谢谢圆滚滚带我去流浪，坐飞毯。对，明天的异想现在蛮。交换发型是被林一逼的吗？他也没有逼我啦，他就是希望我，怂恿我。哎，你们都没有笑哎！我说我是林于心的队长，你们都没有笑哎。台上的成员有笑，但是大家都没笑。你们底下是不是没笑？因为我就觉得说，就是我很不像我嘛，然后就是，大家看到应该会觉得我是谁啊？就是大家看到应该会想说，这哪位啊？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是。因为会很像林于心，而且我用的是林于心的法式，所以我就说我是林于心的队长陈思雅。可是还是我又不能停顿太久，因为如果我停顿太久的话，就是好像会有点尴尬，而且自我介绍要赶快。对，
你网速有点慢，你们网速很慢呢。他也真会看错。对啊，我就是想弄撸这一出。对，你们真的那天也蛮辛苦的，应该蛮冷的。对，怕有人会误会。对啊，因为怕有人会误会，所以又不能太不正经，因为我们还是要顾及一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熟悉我们的人。对。所以我还是要讲快一点，不然人家真的以为我是林雨欣。对对对，但其实我是林雨欣的队长陈诗雅。对。你们都没有哦。哇，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因为太冷，然后下雨，导致我都没听到什么那个笑声。对，上来之前就想要这样讲嘛。对，我在后台的时候就在想我等一下要这样讲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发型就是很容易人家会一开始不会觉得是我。对，因为我真的不会绑这样子，基本上不会绑这样子。对对啊，我是林雨欣的队长也是事实啊。对，雨声很大，就雨声有雨声，但因为我没有戴耳机，所以其实还好。但是我觉得雨其实真的下蛮大的，因为那个有时候我们站比较前面的话，雨就会飘进来，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很辛苦，大家辛苦了，你们很可爱，真的谢谢。第一次看到我们唱六首歌曲，我们那天唱六首歌吗？我们那天唱五首歌吧。我们那天唱五首吧。我的问题吗？是不是五首？应该是五首。对，你没 get 到，没关系，保罗。算了，没关系，哼，没关系，小事情。我不能期望每一次的那个梗大家都能接受，没关系。对对，五首歌，耳机是我自己的嘛。对，耳机是我自己的。对，一上来就下大雨。对，我们之前有在讨论说我们怎么好像很常遇到那个下雨跟天气很冷，我们还想说我们是什么雨团雨女团。耳机彩排很不受控。对，耳机彩排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因为我的头发会一直干扰我的耳机，然后我在那个没有，就是而且主要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后来跳一跳，我耳机里面的那个叫什么塞耳机的那个耳机，你那个透明的那个掉了，所以我怎么样都那个我怎么样都吐不进去，因为它掉了。对啊，后来就是用备用的把它弄上去。对，跨年下雨，阳光下雨，灯会下雨。对啊，我们是雨女团，雨女团很自由，超自由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很烦，其实我真的很不想哦，因为我有带备用的，所以可以。对，我有加进去。没有，我真的很一度就是不想瞧他，可是他又一直在那边干扰别人，就是一直在那边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然后就很怕踩到。对，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掉了，就掉了。对啊，买一个定做的吗？定做的很贵耶，我就没关系，我再用应该也没几次了。对，我那天领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那天领带，我上场前还别了别针，把领带别起来，结果最后跳一跳，领带还是掉了。对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我跳得太用力了之类的。这什么 MV 版，换一下，我不会唱这首歌。怎么有一个水声啊？唱这个还捡得到吗？捡不到啊，掉了，已经找不到了，找不回来了，直接用一个新的备用。对，哦，对，但跳得蛮开心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心情，可能我有一种珍惜感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心态有一些微妙的改变。谢谢卢卡的真情告白，不是说以前就跳不开心，以前也跳得很开心，但是以前可能会有很多担心，可能会怕跳错，怕怎么样，以前可能会有很多想法是什么？想法闪现。对，以前可能会有很多想法会闪现，但是现在可能就觉得
其实不重要，最重要就是开心，每一次的表演开心。现在就是我对自己的讲法，也讲法就是我给自己的那个，我给自己的实，这要怎么说？我给自己的希望就是我可以开心享受每一次，对，剩下每一次开，对对对，就是开心的表演完。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去想那么多，以前就会担心很多事情，担心跳错，担心位置走错，可能会担心很多出错啊，或者什么啊，或者是等一下怎么办，等一下接什么之类的那种啊。啊，现在就是开心，开心，每一次开心，每一次都开心，然后享受这个，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感觉。谢谢天主主车车的真情告白仪。对啊，所以现在的那种包袱比较轻，现在的包袱是比较没有的。以前可能包袱，我说的不是偶像包袱哦，我说的是那个肩上的包袱。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。国修晚安，就是对，谢谢冠德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小馆面前的掌声鼓励。对 ，Hello 飞仔 ，Hello 建成，谢谢瑞龙的 kiss 猪猪，谢谢瑞龙的 kiss 猪猪。对，包袱，队长包袱，对，就是责任，对对对对，快要没有包袱，没有，本来就没有偶像包袱啊，我本来就是没什么偶像包袱。谢谢保罗的红玫瑰，明天是要拍一整天的计划吗？哎，明天算是蛮早，明天是早上七点就开始拍嘞，明天是蛮超的那种，那个，对，蛮超的。那个，哎，对啊，我们那一天就有在讨论说，灯节是不是我最后的商演？可是我们那天讲一讲，好像没有答案，以后可能还是会有，但是还不确定。这样，谢谢益生菌的告白气球，对，还不确定，但是对，不知道灯节是不是最后的商演。对，然后林雨欣就一直说，万一是最后怎么办？你要赶快。你就你用一次双马尾嘛什么的，对，所以我就被他说服，被他怂恿，然后就绑了，跟他换法式。对，喜欢音乐节就比较是喜欢，因为喜欢音乐节没有表演，其实我们是主持人。哎，对，喜欢音乐节，大家可以来听音乐。喜欢音乐节，感觉很棒的活动。对，喜欢音乐节3月5号。希望大家如果喜欢听音乐的人可以来喜欢音乐节，我们会主持。对，阵容很厉害耶，老王乐队，然后子彤老师、魏佳莹，还有那个芝芝啊，那些就阵容很厉害。对，我到线上才有你什么意思？我到线上才有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Hello 洛克， Hello Sam， 至少还像家人。我朋友一样，后台主持人吗？不算是后台主持人，算是台上主持人。可是因为他们走的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需要 band， 需要乐器那些，所以可能不是同一个台子，但是我们算是现场的主持人。对，第二现场就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们还没彩排过，但是就我拿到的内容感觉就是我们会在现场，但是我们不是在表演的那个台下，我们是在另一个台，因为表演的那个舞台他们常常要测东西，上乐器测乐器的。对，其实我现在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。对对， setting 的时候要撑场。对， setting 因为 setting 的时候就是那个台子不能用，所以就是会在别的地方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到现场彩排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实际是怎么样的运作。对，谢谢大猫咪的枫叶。但如果大家喜欢听音乐的话，就是可以来一下，因为我觉得都是很厉害的，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，然后感觉是会是一场很棒的表演。对，对我讲，进场会看得到我吗？就我拿到了 round down， 我觉得应该会看得到我吧。我其实不能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配置，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那个配置，
对，但是应该是看得到我吧？对啊，嗯，如果我有最新消息，我再跟大家说。对，或者是大家可以去喜欢音乐那边询问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对，大家可以问问看，确定一下。嗯，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回答吧。如果你们有问他们，他们应该会帮你们解答。对，我觉得是看得到了，我不知道他跟我想象的舞台配置是不是一样，但我觉得就有点像音乐节目那样子吧，就是红白的那种音乐节目那样，就是哎，请上台准备这样子，现撤场上 setting 的时间，对啊。我猜是这样的，对啊，如果大家担心的话，就是可以去回的比好人快，这个我不方便发表意见，我先不方便发表意见，对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对，因为这是比较那种乐器音乐的性质啊，就跟我们唱跳的性质比较不一样，对。所以我觉得也不错啊。因为我是很想做主持的工作，所以能够就是被总老师邀请来做这个主持的工作，其实我蛮开心的。对，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任务这样子。对 ，Hello Spin Ted， 对，喜欢音乐，因为你们应该去喜欢音乐的那个。Facebook 应该可以问一下，他们应该有问吧？对啊，嗯，在角落文创展演，对，在角落文创展演，在台北，在台北哦，不在台中，对，在台北，对，你是相信音乐派的？有魏佳莹啊，小魏，有小魏，对。人海难分享，我在雨中徜徉。都偷偷 take 你们了，对，神秘主持人，哎，拜托我们可是，哎，有人问啦，在喜欢音乐下面有写，请问主持人是会在实体会场主持，还是只有线上而已？下面回答说现场也看得到哦，我帮大家解答了，我帮大家解答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我亲一亲，像过一样，对，已经那个演出时间大概多久呢？大概是2个小时，对对对对。我已经帮大家解答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大家可以现场，大家想去的可以去线上买票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可是有出席那个记者会，对啊，我们可是有出席的记者会，我们一点都不神秘啊，对对对，我们一点都不神秘，对，大家可以去买，听听音乐。大家如果喜欢这些，喜欢听音乐的话。那个总共会有、哦、好多，子红老师、王志平老师、荒山亮老师，还有小魏、魏佳莹、芝芝、郭芝莹，还有老王乐队，还有利维庸跟利 Q， 还有乔沙红，对吧、啊？老王乐队就是那个给我一杯酒，哎，再给我一支烟，说走就走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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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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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老王乐队，然后魏佳莹就是我妹的朋友啊，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，对，哎，反问歌手真的蛮难的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蛮有挑战的任务，对，蛮有挑战性的任务，就是很开心可以接收到这个任务，哎，对啊，那时候因为那个。新闻记者来了蛮多人的，也是蛮大阵仗，对对对，
对，主持人要靠哪个位置？这个我可能你可能就要问一下，因为留言处没有人问这个问题。对，对我妹很多，对林怡，我妹的朋友，对啊，林怡，我那时候昨天还，哎，我昨天，我昨天问我妹说，你觉得魏佳莹认得出魏佳莹看到我会想到你吗？我说不知道，哎，应该会吧。对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那天就知道了。究竟魏佳莹看到我会不会想到我妹？对，就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还没彩排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对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对，3月5号，不常看的还是很像。对啊，还是魏，可能魏佳莹已经忘记我妹长什么样子了，因为我会说他们最近没有什么，比较少见面。对对对。嗯，这个毕业发言什么意思？毕业发言算是蛮风光，什么意思？毕业发言，他们没有到非常熟，可能还好。对啊，他说他们没有，他说他们最近比较没有见面。对，认不出来。进桃园球场，好哟，你可以应援一下我妹。对 ，Hello 芋头，也有人把石原看成是啊，这蛮常发生的啦。对。苹果猫晚安，苹果猫晚安。好想你，可能小魏可能在心里偷偷的想，哎，这个人也太像陈思远了吧？可是他又不敢，他可能又不敢讲出来，他可能怕就是认错，不敢说。请问你是石原的姐？不对，请问你是石原的姐妹吗？对，还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吗？姐妹吗？对，哎，妹妹，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哎，我这边长一个痘痘，请问你是石原的妹妹吗？对，你怎么跟她有点像的？喝个水。对，可能她真的忘了我妹，因为他们好像最近没什么见面。哇，可是我妹还蛮常唱那首，哎。喜欢我吧，喜欢我的，哎，那首叫什么、啊？我现在播一下。喜欢叫什么？喜欢我吧，是不是？播这首歌，我很常听到他在直播播这首歌。对，我可以去球场看石原。OK 啊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去球场看一下他。对，哎，对我刚好是红头发，没有头发。现在讲到我头发，我最近在想说我要去处理我的头发，可是我想不到要怎么弄。对，还没想好要怎么用。毕竟这一处理可能就是一直到毕业会是这个造型，我就觉得好像要很慎重的决定。但我又想，我又没办法决定我要什么发型。对，喜欢我的样子吧，喜欢我的红头发。我还要想再染吗？其实我蛮喜欢我现在上面的深头发，因为我现在上面的头发其实是有一点深的，其实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可是我头发就是必须要去整理一下，因为有点久没用头发。对，反正吧，对，我是红头发，虽然现在只有挑染，以前是整头红啊，现在是挑。哎呦，好难哦，这又关我毕业长什么样子，哎，想到就觉得好难决定哦，这种事情很难决定啊，很像一种终身大事的感觉。我妹的新颜色，哎，你们看过我妹的新发型了吗？她就是黑色啊，对啊。我妹有在团里，我妹没有在团里，哎，我妹没有在团，她已经离开了。对，剪短发，现在剪短发吗？你说事到临头了，都要毕业了，然后剪短发。但我其实头发很长，哎，其实我头发很长，对，
很长，深色好看。对啊，其实我是比较偏向深色，因为深色就不用一直去染。对，他说不是黑色，不是黑色吗？看起来是黑色啊，不是像平衡量，平衡量是变超短。你可以突破一下，真的吗？可是万一不好的话，我没有时间留回来耶。如果不好看，我没有时间留回来，来不及哦，我就毕业喽。不是，我就留下一生的照片，一生必很重要的照片，然后就没办法改变了，接法这样子。我不可能染粉红色，因为粉红色枕头粉红色，那真的要花很多钱维护它，你如果一阵子没有处理，它就会退光光。对，对。喜欢我的人，你不知道啊。剪失败，原来是你们是打算这样子，原来你们想要用这一招。灰色，灰色感觉有点很伤头发哎。其实我目前这样真的很好看，可是这样子，可是现在有一点微妙，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卡在一个微妙的颜色。灰色的感觉是很伤头发，其实我的发质并不是很好，所以我的发，我其实不太敢再漂头发了耶。对啊，我的发质不好。对，我们来听一下我还年轻。谢谢 Poco 的枫叶。对，蓝发很伤头发。对， safe 一点的颜色，我其实也是这样觉得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太那个，还是 safe 一点。谢谢心意的桃花和果子。对，我应该不会再漂头发，你们看我头发发质那么差，怎么漂头发，没有办法再漂了。对， Hello 凋谢，这首很好听。对啊，好期待在现场听到哦。大家期不期待起来喜欢音乐节啊？真人三级生大家有什么建议？你是说报名的建议，还是你是说哪方面的建议？报名上面的建议，还是进来的建议，还是什么？哪一部分的建议？如果是现阶段还是在报名的阶段？其实我没有什么建议，我就是觉得想要就先报名。我这个人就是，谢谢 Cherry 的宝贝送我麦克风。我这个人就是先去做再说。对，当然后面哦，面试的部分哦，哇，我很久没面试了。心态的建议哦，我会觉得现在在报名的阶段，心态先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先报名再说啊。你又不知道能不能上，对不对？讲难听一点，要能不能上其实不是你能控制的，因为能不能上有时候其实是要一个缘分，就是评审喜不喜欢你或是什么，其实那个说不准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没有我觉得甄选的话演员是很重要，眼睛的眼，缘分的缘，演员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谢谢志伟哥的，别说了，吻你。谢谢志伟哥，就是评审老师喜不喜欢你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其实，比如说今天是另一个评审，他喜欢的是这种样子的人，这种样子的人就会上。今天如果是另一个人是评审，那个评审他喜欢的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，那另一个样子的人就会上。所以在甄选阶段，其实你的命运就是掌握在评审身上啊。那其实就是你不用想太多，就是因为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。对，就是你就先报名了再说嘛。啊，如果你
能如果上了我们再开始烦恼啊，没上就你就试过了，就是就尽力啦，就是没上就 不用烦恼啦，对不对？谢谢阿Ben的薰衣草，是阿Ben的薰衣草演员，对啊，演员，演员本来就有这个词吧，演员，这词不是我，这个词应该不是我造出来的，应该有这个词，对。进来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啊，这倒是啊，毕竟你进来了就是，讲难听点就是一个工作嘛。那既然是工作，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安排时间。对，哦，观众员就比较不像，因为甄选其实是评审老师，所以其实你应该说评审员，不是观众员。对，嗯，对啊，就是你就是讲难听点就是一个工作嘛。那我其实如果在甄选阶段，我个人是推荐大家不要想那么多，有梦就去追。为什么？反正报名又不用钱，为什么不报名呢？你就准备一下照片，准备一下才艺，准备一些东西。对啊，报名不用钱，至少你去报过，你不要，至少就是你都没有踏出那一步，人生留会留下遗憾嘛。那如果你不想留下遗憾，你就先不要想那么多啊，先报了再说嘛。啊，后面的事情就是后面的事情再想，我是这样觉得。我当初心态也是这样吧。我一向都是走一个先报名再说的心态啊，对，我一向的心态都是这样子，对，因为如果其实就是一个机会之门嘛，你如果没有报名，永远都没有机会。谢谢小广面前的啾啾你哦，谢谢小广面前的啾啾你哦，对。因为你没有报名，永远都不会有机会，所以你在还没报名之前呢，都不用想那么多，因为你想那么多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没有拿到入场券啊。对啊，我在建议谁？哎，是谁问我的？谁问我建议的？刚是谁问我的？你们可以转述，如果你们朋友有这个困扰的话，你们可以转述一下。啊，如果性别的问题，这个没办法，可能就注定那个没办法了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可能要下辈子，对，下辈子，对。哪位可以去报？你说男粉丝吗？还是甄选那么多次，那是什么心情？甄选那么多次，那是什么心情？其实我觉得甄选就是要抱持着我刚刚说的那个心情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当然明白自己的优势跟劣势是很重要的，可是其实就是观众缘，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评审老师喜不喜欢你，就是一个，所以要去适合你的地方，对，要知道，要觉得，譬如说我看起来就是比较日系甜美风，那我可能就去日系甜美风的地方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要展现出自己好优势吧，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然后我觉得有特色很重要，有特色就是要让人家能够，可是这是下一回合的事啦，这是下一回合的事，我们现在才在第一回合，现在不是第一阶段报名吗？现在还在第一回合，现在讲这个就太早了。对啊，第一回合的建议就是先报名再说，对。然后第二回合就是另一回事了，就是接下来就是要第二回合，不就是我不知道，像我以前参加的第二回合，通常都是就是面对面见面了嘛。对，自己的特色是什么？其实特色不一定是要，特色不一定是让你很厉害，某个东西很厉害。当然你，嗯。怎么说，当然你某些东西很有，就你有某个专长很厉害，那就代表 那就是你的一个特色嘛。啊，如果你刚好没有特别厉害的地方，那你就要用别的地方吸引老师的注意啊，就是做一个特别的人。对，就是哦，这个后面再说啊，这个
这个就是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我个人觉得要能够留下印象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毕竟报名他一天要看那么多人，那他能够记住你就你就赢一半了。谢谢阿 K 的看好你哦，谢谢阿 K 的看好你哦。对，那我的话，我当然有一个很强大的特色，就是双胞胎啊，这是就是天生的、啊，就是我妈给我的。对，我跟我妹一起的话就是双胞胎。对，吞拳头也是一个展现自己特色的地方啊。我跟你说，有趣的人永远都是很就是怎么讲，就是长得可爱可爱的人肯定很多。你看，如果就是大家化妆，现在嘛，现在化妆打扮自己，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嘛。啊，可是有趣有不有趣？你这个人有不有趣？你要嘛就当一个超有趣的人，要嘛就当一个超无趣的人。就是做，我觉得在甄选的时候要做到极端值，就是要嘛你就要超会跳舞，要嘛你就超级不会跳舞，你懂吗？就是极端值。那像 AKB 体系 ，AKB 体系其实就比较不像韩国那种团体，是要你超会跳、超会唱这样子。那如果像 AKB 体系，他看的其实是你的，你这个人有什么，就是你可以给，你可以有什么，你可以，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点，有没有什么个性，有没有什么故事这样子。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？对，人格特质。其实我都会觉得说，如果你超级不会跳舞，其实也是你一个人格特质啊。那如果你可以让，譬如说你态度很好，然后你可能让老师看到你的潜力，其实你就有机会。对啊，不要班上前三名的，也不是吧？应该也不是吧？如果有班上前三名，应该也是会要一下。没有的，所以我就说是极端值嘛，就是第四名可以，第四名应该也可以吧？我就说是极端值，对。Hello 伊鲁哦，伊鲁跟伊家聊了很多，对，要让人留下印象深刻，对，就是极端值。外向一点是不是才会比较吸引？我觉得不是哎、欸，就像我刚刚说的、啊，你要嘛就超级外向，要嘛就超级内向，就是哎、欸，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假装哦，我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甄选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的某个特色发挥到最大值，就是你可能不是一个，我好难讲这个东西哦，怎么讲？其实这跟你真的进来之后找寻自己的特色也是有关系，也是有一点相关，就是你要抓到自己的某一个特色，当那个特色或许可能只有一开始可能只会有可能三十分的特色，可是你一旦抓到了一个你的特点，你把它推到100，那你就会让别人记住你。对，但这并不是说你要去假装或是什么，而是你找到了某一个特长，然后去把它放大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假装其实有些东西假装不来的，就是你假装你就算譬如说我今天想走一个气质路线，我根本假装不来，说实话就是没有办法假装的起来，所以我觉得放大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就是要放大强化，对，就是强化放大自己的一个特点，但是不是要你去假装，对，就是找到一个自己的点。像我觉得像我不知道其他譬如说韩系的团或是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其实 AKB 的这个团体其实很着重，其实很看，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特色是蛮重要的。对，有一个很强大的特色，就是比起你有，譬如说比起你每一个能力都是70分，譬如说你就有点难举例，但是譬如说假设你很多能力都是70分，然后譬如说有一个人他的某一个能力值就是爆表120分，
其实他的那个120分会比他会比另一个每个能力都是70分70分的，他会比他来的厉害。我觉得这是团这个团体的特色，对，特色不会初审时被发现，都是所以都是自然不做做比较好。初审就是初审嘛，书面审查就是没什么好说，就是诚实乖乖的写，好好的写，那个真心的写，对，发自内心真心的写，对。啊，后面再来说，对。AKB 感觉就自己发掘，对啊 ，AKB 感觉其实 AKB 是自己发掘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虽说是自己发掘，但是其实公司的运作也是很重要的，公司可以帮助很多，对，因为写故事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写，也可以自己写，但自己写就是很辛苦，但是如果公司也有写故事的能力的话，那其实就是这个团就会成功了，就是 AKB 啊 ，AKB 会成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，全盛时期，现在的话我现在也不错，对啊，我觉得现在也不错，但我觉得以前大家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喜欢 AKB， 就是因为有故事嘛，就是有血有泪啊，对，记忆没有要怎么用离开吧，什么意思？立刻白。寄 email 要怎么用立刻白？书面审查，现在书面审查都是 email， 对。我的故事可以拍成影片，我的故事好像有点难了，已经错过了，对，已经错过。Hello Luca， 记录在大家的回忆里面了，大家帮我把这个故事珍藏起来。对啊，Hello 左离。我的故事可以拍点，我的故事太长了，我的故事也没有，也还好了。对，对，故事是 AKB 很重要的地方，这个肯定，这个一定是的 ，AKB 很重要的地方。对，可以出纪录片，好像有点来不北湖了，已经有点来不及了，现在有点好像北湖了，现在来不及了。对，我觉得。我记得我们其实纪录片是很辛苦的拍，就是像 AKB 的那种记录方式其实是很辛苦的拍，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台湾研究生的时候，其实他是有派一个，就是其实是专门拍 AKB 专门记录的那个摄影师跟我们一起练习，他也是每天来拍，然后无时无刻都在拍，然后后来我也有在纪录片的里面看到这个摄影师，对，其实纪录片是要拍出一个纪录片，其实是要辛苦的，对，就是要花费很多，要花费蛮多，就是要一直跟着啦，要一直跟着，对，才可以记录那些东西，对。可是日本就很会拍啊，其实像那个。其实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就很强，像你看 AKB 嘛，其实杰尼斯也很会拍这种纪录片的东西。看那个之前阿拉西的那个节目，阿拉西不是有跟那个在合作吗？那个节目，对，想看，已经不知道在哪了。对，人力要够多，没错，人力要够多。好言有版权吗？应该是没有版权，对，应该是没有版权。我们可以一直黏着，但是你们要一直拿着摄影机，不行啊！粉丝可能会有那个私心，有没有？譬如说他推这个谁，然后你就一直拍他，不行，我们要平均分配啊，对不对？要平均分配。对，日本真的是什么都会拍起来。以前练习影片嘛，就是以前我们在练舞教室练习的时候，对，他们就会来拍，他们就蛮常一直拍的，对。我以为摄影师就没有私心啊，其实好像还是会有吼，可是他可能比你们小一点，比较没那么那个，对，对，预拍的话就是我手蛮稳，哎呦，现在都买那个抗震，那叫什么防震啊，防守震，对，防守震。用
简单的言语，解开超载的心。有些情绪是该说给。谢谢玉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玉的真情告白。你可以当三脚架，为什么你要当三脚架？不行啊，你会不稳吧？谢谢小广面前的浪漫玫瑰，谢谢小广面前浪漫玫瑰哟。等下一个点亮，去上次牵手上好哪里散步好吗？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。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，演唱会不是都有副标题吗？我最近一直在想副标题要叫什么，还没有想到，至今为止还没有想到。大家如果有不错的提议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关于我的副标题。对。小盒子投稿，如果大家有不错的副标题，不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好久好久，我一直卡在很多事，就是要一直动脑。对对对，小情说的算。对啊，对，就是那一个。对，副标题多长，你想要多长就多长。想半天，我现在已经想半天了，想不出来。对，真的想不出来，好难哦。欢迎大家投稿。对，你们可以去看很多日本的演唱会，他们都有很多副标题，像是卡西哈拉桑，就是再见吉原丽奈。然后想一下哦，马悠悠的好像是什么，希望大家梦想都能实现，就是有点忘记了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提议一些好的提议。欢迎告诉我，我一个也想不出来吗？我当然有想出几个啦，可是我就觉得还有没有更好，还有没有更好？对，一直在想还有没有更好。当然我有几个候选人，但我就会觉得再想一下，再想一下，还没有出现一个啊，就是他了的那种感觉。但如果我最后始终没有诞生出那个哦，就是他了的这个，我可能就会选之前的候选。我不可能看 IG 投票啊，我要神秘一点，大家可以秘密的投稿给我，我会神秘的，最后公布那天大家才会知道是什么。对，不行，我不能告诉，我不能光明正大的告诉大家。我要秘密作业，秘密作业。对，不然让大家知道我卡住想不到。难选。哒哒哒哒，大家可以想想看。对，神秘作业，门口又配有卖卫生纸，你确定有卖吗？最后一次睡大石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睡大石？我不是睡过大石了吗？大石的这个恩怨不是已经结清了吗？怎么还有什么还睡大神？谢谢吐司吐司的戳戳你哦，谢谢吐司吐司的戳戳你哦。Hello 陈 ，Hello YI。哒哒哒哒，谢谢天竺鼠车车的看看你哦。对啊，我已经睡过大石。谢谢 Derek 的看你啊，谢谢小广面线的掌声鼓励。Hello 小易，谢谢小广面线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广面线的掌声鼓励。谢谢四红的爱的烟火。对，既然不能讲出来，没错。哎，聪明哎，益生菌，大家当秘密 OK， 大家当秘密，在心里暗自开心的。谢谢飞镖的浪上野猪冰冰，谢谢博成的浪漫玫瑰，谢谢杨公的红玫瑰。永远相信这一天，我想跟着你。谢谢 Derek 的爱心小蛋糕，谢谢 Himeji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思琪的闪光星星，对，归我所有。谢谢。
谢谢廷瑞的星辰，谢谢松影的钟情玫瑰，谢谢枯美的枫叶。对啊，你们只要说的就是我的。Hello 国勇，谢谢米酒的闪光星星。Hello Cannon， 你没有问你妹吗？我问啦、啊，她提供的我就很烂啊。我觉得我妹提供的很烂。对，你们不要去问她，等一下她说出来。对，谢谢 Guess 的男神会员票，谢谢 Ricky 的钟情玫瑰，谢谢 Ricky 的钟情玫瑰。谢谢一路的小鸡蹦蹦，谢谢一路的小鸡蹦蹦。什么？反正我也不会用。举例一下哦，你说他的吗？他的提议是最后的施压，我把它讲出来了。好，但我不会用，真的，我不会用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真的不会用这个。对，最后的施压。早安，小易。我觉得他提的很烂，他这个人完全就是乱想，没有带任何感情的，没有带任何感情的乱凑答案。有不错吗？我觉得很随便交交的感觉，交作业很赞吗？最后的这个真的偏烂，你看是不是真的偏烂？真的偏烂啊！有不错吗？你觉得不错？哎呀，我有点抓不到大家的那个，我有点抓不到大家没有。可是我觉得以我妹的心情来说，她这个很像随便想想。对，今天是最后的施压，最后的施压，她是最后的施压哦，她不是施压哦，她是最后的施压。对，我觉得很像随便想的。我觉得以她啦，如果是粉丝们想的，感觉是你们认真想的。但是他的感觉是随便想，对，我觉得他没有用心想。最后的施压，对啊，何况我以后还是有可能会施压，为什么我一定是最后的施压呢？对，你觉得并不差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很简单而已，五个字而已。对，施压也是你的特色，是没错，但我觉得。只有最后的时间，有点五个字而已，对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，你们觉得可以？我不知道，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你觉得有七十分？你这个有滤镜吧？好啦，有七十分，最后的时间，七十分。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想更高分的，八十分、一百分的，我觉得我们想得到。我觉得我想得到，我再想一下，还有机会。对，最后的施压，最后的施压，最后的施压。对啊，日本的，对，我都是看日本，我都是参考日本的，日本的都是蛮好，我觉得日本的都很有趣。像那个他刚 Mina 赏的是148.5公分的梦哦，还是什么看见的梦？对。然后还有谁啊？哦，那个渡边美由纪的是直到抱歉，直到哎，抱歉吗？有抱歉，直到最后都是坏路基。对，太长也不一定代表好。对，但我是想要比较，可能譬如说大家可能看到可能会感动，或是可能会心一笑的那一种。我的锁定的是这种感觉。对。但最后的施压感觉就是比较像是没有那么可能会笑吗？会可能会笑一下吧。对 ，Hello 日红，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对啊，真的好好想想。真心，我觉得我可以走可爱好笑的。对，其实我想了，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讨论，然后一直说我想不到，然后我们就说副标题还没想到，可是不行啊，别。如果是一般的演唱会，可能是那种，可能比如说夏季巡演、秋季巡演那种，可能就可以用这个。可是毕业演唱会好像不能用这个哎。边演唱会还不能用副标题，还没想到，对，不行，对，好像不行。
再想想。蛮有特色的，对啊，不行啦！我如果我感觉我如果用这个副标题还没想到，我感觉我一毕业，我三年后就会后悔，没有毕业后就会后悔我在干嘛？我怎么那么烂，选了那么烂的副标题？对，对，不行。其实还没想到蛮有梗，是吗？没有，我说如果是一般的演唱会。可以，可是毕业演唱会好像没有人在，好像没有人在说副标题还没想到这，问过谁意见吗？就工作人员跟我妹啊，对，成员好像有稍微问一下，对，其他有我在心里有候选人名单的答案，我就不告诉大家了，对，大家也不要去逼问其他人，就是我心里有一些候选，我就先不公布，因为万一最后我要用他们。我不能让大家没有惊喜的感觉，对。他只有给我一个吗？对啊，他只有给我一个，对。对，还没想到，我觉得长大也不是长大，老了之后一定会后悔。对，老了之后一定会后悔。我不想要老了之后后悔，想说我那时候在干嘛？对。P 啦，不行 P 啦，不行这个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谢谢阿边的啾啾鸟，谢谢阿边的啾啾鸟。可是有万一很有些人不懂大肠面线的梗，如果我跟大肠面线有关系的话，就会还要兼顾，因为毕竟我也怕有些梗比较属于偏直播啊这种，对，我就是想要顾到的事情很多，对啊。娘家地基金，如果娘家地基金要赞助我的话，也不是不行啦，冠名播出啊，对不对？冠名播出。对啊，直播梗我觉得比较，我怕没有，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尤其是他演唱会有些可能，毕竟还是有可能比较看其他人而来，也不一定大家都是为了看我，对。谢谢阳光哥的薰衣草，欢迎大家投稿，秘密投稿，神秘投稿，现在可以冠名播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八点档不是都在冠名播出吗？对，我思考好周到，对，毕竟，哎，拜托，我本来就是一个思考很周到的人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本来就是一个思考非常周到的人，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我本来就思考很周到。对，有限字数吗？没有，没有限字数，没有限字数。对，谢谢一等的缘分相遇。对，谢谢，谢谢博成的桃花和果子，谢谢阿胜的来笑一个，谢谢阿胜的来笑一个。秋吉雷，谢谢福猫掌声鼓励。我想太多，我真的想太多，我真的想很多。谢谢阿 Ben 的一封信，谢谢阿 Ben 的一封信。放出师表，我可能背不起来，我可能自己都讲不出来。对，欢迎你们的来到，这个可能要跟那个 Annie 买版权。对，谢谢若克的看你哦，谢谢樱桃猫的音效卡，谢谢天主鼠车车的薰衣草。不是要会哭的吗？出师表会哭吗？可能会先想这是什么意思吧。谢谢 Derek 的 Sing a Song， Hello 小叶。哎，我是不是要先念个排名？54分。谢谢安的掌声鼓励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把
为我的理由，还是用自己想，也不一定啊，搞不好大家会激起我一些灵感来源，我可能会就是想结合，然后想出一个更好的，对，也不一定。谢谢樱桃妈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樱桃妈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小广面试的真情告白。信义区公主，谁是信义区公主啊？我不是信义区公主哎、欸。谢谢博成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博成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钟颖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钟颖真情告白，谢谢米酒的浪的心，谢谢米酒浪的心。不会啊，我觉得集思广益嘛。谢谢 Himeji 的掌声鼓励，谢谢 Sam 的直朴的守护灵，谢谢 Sam 的直朴的守护灵，谢谢 River 的浪漫玫瑰，谢谢 River 的浪漫玫瑰。我不是信义区公主啊，问题是，谢谢齐薇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齐薇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阿北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阿北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默默的爱的烟火，谢谢天竺鼠车车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安的，谢谢阿边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安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安的 kiss 啾啾。松烟公主，松烟有允许我当松烟公主吗？松烟有在尊重松烟吗？我妹好好讨论，我妹就给出了最后的施压。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。好，我应该要先念个排名，等我一下，换一首歌。嘿，谢谢甜蜜之吻，谢谢冠德的甜蜜之吻，谢谢新颖的男神会员票，谢谢 Derek 的掌声鼓励。好，先来念个排名。嘟嘟，第二十名是 CKMK， 第十九名是果冻九号，第十八名是阿轩，第十七名是天竺鼠车车，第十六名是 Derek， 第十五名是博成，第十四名是吐司吐司，第十三名是 Sam， 第十二名是钟颖，第十一名是益生菌，第十名是阿 Ben， 第九名是勇哥，第八名是吉米周，第七名是阿顺，第六名是圆滚滚，第五名是洛克，第四名是 Ricky， 第三名是小管面线，谢谢小管面线。第二名是嘴哥，谢谢嘴哥。第一名是冠德，哎呦，谢谢冠德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、哦。礼拜五的浪梦成真见，各位朋友们，谢谢幸运的浪漫玫瑰，谢谢大家。你还是要幸福，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，所有的路从我这里落幕，终局之战。好啦，期待大家的投稿哦，决定动用大家的头脑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益生菌，晚安羚羊，晚安 Oco， 谢谢灰仔的爆竹，晚安细胞，晚安谢谢小广妹先掌声鼓励，晚安猴子，晚安谢谢灰仔的爆竹，晚安盛汉，晚安继续支持，晚安阿轩，晚安吉米哥，晚安若克，晚安博成，晚安什么变胖？我怎么看到变胖？哦，看来这次浪漫拍的会很拼，看什么什么我变胖了。我想说我有变胖嘛，谢谢北元的音效卡，谢谢北元的音效卡，谢谢小管面线，晚安，晚安古早古早，晚安睡了课本，晚安 Oco， 晚安芋头，晚安阿鹏鹏，晚安侧旋，要在哪投稿？可以在 IG 的限时动态回我之类的、啊、或是留言，不要留言，我们要低调一点，对，稍微低调一点，稍微低调一点，如果你在 IG 留言，我会删掉，我会看了然后删掉，对，我们稍微低调一点。晚安七七八八，晚安志伟哥，晚安土土吃，晚安谢谢幻影战士，晚安瑞，晚安小明，晚安天主鼠车车，晚安洛克，晚安日红，晚安博晨，晚安阿基拉，晚安赛，晚安 Oco， 晚安小梁，晚安柠檬，晚安博晨，晚安葛兆恩，晚安林阳，晚安赛，晚安玉，晚安海豚，晚安卢卡，晚安七八，晚安齐薇，晚安林阳，晚安静耀，晚安 Richard， 晚安杨哥，晚安 Jessie 九九，
晚安小叶，晚安博璇，晚安仲颖，晚安吐司吐司，晚安米酒，晚安土豆，晚安心颖，晚安阿嘉，晚安晚安 Gek， 晚安博成，晚安日元，晚安英开，晚安毛巾哥，晚安阿北，晚安 Austin， 晚安林果，晚安亚曼露谷，晚安一天君，晚安流星麻将，晚安新妹子，晚安小易，晚安洛克，晚安杨哥哥，晚安辉仔，晚安玉，晚安天主主车车，晚安流浪到屏东，谢谢 Derek 的真情告白，晚安苹果猫，晚安杨雄，晚安 Gash， 晚安飞镖，晚安圆滚滚，晚安小梁，晚安阿恩，晚安 Derek， 晚安。Ricky， 晚安心意，晚安益生菌，晚安西西，晚安吐司吐司，晚安猴子，晚安哈伊，晚安阿贝，晚安丁毛，晚安毛巾哥，晚安流星麻将，晚安果冻九号，晚安保罗，晚安 Oco， 刻意留言什么意思？晚安羚羊，晚安壮宇，我是真的会删掉哦。晚安西，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。谢谢 Ray， 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。宝岛粉晚安，第十一号晚安。一等晚安，晚安夜兔，晚安瑞荣，晚安修泽，晚安 KX， 晚安天天，晚安医生俊，晚安坤坤，晚安吐司吐司，晚安妞，晚安梁，晚安一头猫，晚安 Frank， 晚安 Alex， 晚安杨公公，晚安羚羊，晚安大家。等等删到手酸，不会啊，那个很快吧。后天见，晚安地瓜。晚安冰冰，大家晚安，明天要早起工作，大家都早点睡觉。露卡晚安，晚安风影，晚安，谢谢冰冰浪漫玫瑰，谢谢一三君的真情告白，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，晚安 Frank， 晚安大家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土豆，晚安数学课本，晚安福福猫，晚安阿嘉，晚安默默，生日快乐。晚安羚羊，晚安洛克，晚安幻影战士，晚安小易，晚安 Steven， 晚安锦珠，晚安小管面线，拜拜大家，晚安钟颖，晚安奇威，大家拜拜。